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来到了鼓山渡轮站吗？是要去西子湾吗？不是，我们是要来鼓山鱼市场，没有错，我们堪称为我们高雄最漂亮的鱼市场，就在我们的鼓山鱼市场。这里呢以前呢都是没有开放的，现在终于整修完毕，整个开放。我们来看一下年年有余，乘风破浪耶、我们走进鱼市场，真的非常的干净整齐，而且呢还有各式各样的伴手礼都有所以呢布置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气派，而且我们这堪称全台最美的鱼市场，就是我们的鼓山鱼市场拥有270度的无敌海景的一个景色，而且呢采用透明的玻璃，让大家可以看到户外整片的海洋，还有渡轮，还有船在海上行驶，是不是非常的棒？而且呢我们这边呢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海鲜市集吗？这边可以让大家选购海鲜，而且呢还可以在这里食用，然后呢冷冻冷藏的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你真的可以来这边赏夕阳吃海鲜。哇，我现在走到外面，让大家看一下外面的无敌海景，非常的整顿之后非常的棒然后马上近距离的可以接触到我们的渡轮，是不是很棒？那我们现在再走过来这边，就是它旁边就是可以让大家搭渡轮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西子湾可以搭渡轮到旗津，所以呢这边呢也整顿好一区，哇，整个呢就是里面设计的非常棒战二顾的真传处就在这里，整个整顿后稍微布置之后呢，整个气势磅礴，连我们墙壁上也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点缀的一个图案，看大家一窝蜂的要准备搭船了耶！ 今天呢我们来到鼓山鱼市场让大家目睹一样这边的转变， OK， 大家有空来这边走走咯。